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凤，今天给你们分享一期我的近期私服穿搭。很多粉丝朋友都说，我来到工地之后，我的衣品提升了 N 个档次，跟以前在工地上班的时候一模一样。然后我今天就给你们分享一下我的近期最喜欢的衣服吧，一共有3套。我觉得，其实不能说是衣品提升了，只能说我在外面穿的衣服就风格比较跳跃一点，就是想尝试一下那种风格，毕竟没尝试过嘛。但是发现那种风格还是不怎么适合我，还是我自己的那种风格比较适合我。然后给你们看一下这3套衣服吧，真的超级好看，超清爽。其实我觉得我这个白 T 也很好看，就比较那种简约干净，然后下面搭一个那种短裤呀、阔腿长裤呀，都很好看。好了，废话少说，给你们试穿一套那个女神轻衣吧，这一套比较这种温柔一点、淑女一点、温温柔柔的感觉。妈呀，这一套好好看哦！应该是我近期最喜欢的一个搭配吧。然后我一直以来都比较喜欢这种，稍微偏轻职业风的衣服，也不会特别正式，而且挺休闲的。颜色的话就特别符合我的意，然后它是一个灰粉色吧。如果上了亮粉色的话就不好看了，刚好是灰粉色的就比较浅浅的好看。我觉得像我平时在工地上的话，就要穿这种衣服，然后不会特别正式，也不会特别那种休闲，刚刚合适。颜色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颜色，是一个杏色。然后裤子呢是一个果绿色，这一套搭起来好夏天哦。然后如果再搭一个白色包包的话，就更加有氛围感。你们肯定要说我找对了方向，我又开始自恋了。你们觉得哪一套更好看呢？哪一套比较适合我呢？还是都觉得好看？最近真的好喜欢绿色的衣服呀。然后这个衣服的话是一个小香风的面料，前面是一个蝴蝶结，后面也是一个蝴蝶结，都是一个很大的蝴蝶结。这套感觉也好好看哦，特别的清爽。这个蝴蝶结我真的超级喜欢，这么大一个蝴蝶结，显得我整个人肩膀都特别的直，而且特显脖子长。有没有发现？它是一个廓形的，这样子捅下来就比较舒服，没那么束缚，还挺好看的吧？我觉得它这个衣服色一定要把背打直，更加有气质一点。你们觉得我更适合哪一套呢？那今天视频就先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小凤，今天是一期分享五一出游穿搭的视频。给你看我身上这一条连衣裙，它是一件橘色的，然后面料是偏那种风衣的面料，有点微微的皱，我买回来就没熨烫过的，就直接上身穿了。给你们看一下，就比较公主风的感觉，然后也特别适合度假。我觉得我最近几年买的衣服都偏那种度假风的感觉，然后也偏日常。这个衣服我特别喜欢，因为它就很穿都很简单。它没有是不需要套头，然后也没有拉链，它这就是一个扣子，做了个小扣子，然后弄了一个暗扣，就这样子一片式，就跟外套一样，穿上去然后像腰带的感觉，衣服特别好看，然后特别的衬肤色，我觉得穿上我就是有点白了一点点，显白好多度，有下限，真的超级好看。好了，给你们讲下一件连衣裙，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件连衣裙。给你看一下我身上这件连衣裙，在那个云南的时候，有一件连衣裙是类似的。当时我视频一发出来，你就疯狂找我要链接。其实那个衣服是在店里买的，所以是没有链接的。然后为了不辜负你们的对我的喜欢和支持，我就找了一件类似款的。它唯一一点不一样就是材质不一样，我那件是那种镂空带欧丁香的感觉，这件是纯棉的面料。很舒服，很透气。然后我那件是双层的，这件是单层的，然后也不会透，完全就不会破，特别的好看。是不是很显然？上面也是有鱼尾的感觉。然后这里是泡泡袖垫、直角垫，完全就是粘贴复制的感觉。好，给你们看另外一件衣服，给你们看这一件就是很有度假风的感觉了。穿上去三亚呀，去海边旅游是
特别好的，因为它是一种比较飘逸的感觉，拍视频拍照片都很好看，然后又很凉快很轻薄，主要是花色很好看，它是那种 紫色调加那种青草调的感觉，特别好看。这个衣服我在直播间里面说好多次了，这次就不给你们重点讲解了，你们自己看一看吧。这一件旗袍也是特别好看的，然后适合去约会呀、旅行啊都可以。它的力量是那种纯棉，带一点那种镂空刺绣的感觉。这件我也很喜欢，就穿得很气质，回头率杠杠的。这一款衣服我就不用多说了哈，这个是秀秀的衣服，然后也是她自留款，她特别喜欢这个衣服，就是穿上让人感觉就是特别的这种气质优雅，给人感觉是眼前一亮，看就是大美女的感觉。其实这个衣服的话我也挺喜欢的，但是因为秀秀她穿过了就不能穿了，稍微拿出来拍个视频打个板给你看一下，好看的。然后她做的是这种气质，这种镂空，有点带镂空，这里是有那个扣子盘扣，后面看那个叉，很优雅很气质。好了，今天就给你们说这么多了哈，拜拜。朋友们，玉磊他今天不是去广东学化妆吗？学了三个月的时间，今天终于把带到齐了，还能给我化个妆，看一下能不能把我包干成那种女神的样子，我还是挺期待的哈。顺便看一下他到底需要些啥子技巧，我也想偷偷学下艺。亲爱的妹妹，赶紧起床帮我化妆呀！好，等到你好久哦，赶紧的哈。好。涂脸给你个。你咋子都没得，就这粉底。脸好干哦。你涂那个没有？水乳没有？涂了。都你看妹妹这个造型。看我好丑哦。这粉底快用完了，我这边变形了。10块钱哦。你鼻子不要抽，好不好？你皮肤不好。现在先上一层粉底。我相信这爱情的，因为它那个粉底上了一层，感觉好透亮哦。你看了我给你。小凤姐，你还在用这个防底粉饼啊？对呀、啊，真的很好用，我也在用。你看，这是我第三个，这里面还有两个。我都用了好几罐了、哎，我跟你说。啊，第三个了，我还要去买。这个、好用，你在哪儿买的？我橱窗里面买的呀。那我给你试啊。要得，我开始定妆。一秒磨皮。有技术还挺好的，对不对？开始画眼影，你看眼影都快被我用空了，这个好用，真的好用的很。嗯，那个脖子那个色差好严重哦。变好，姐姐你给我比姐姐。天哪，我觉得我的脸好像磨皮一样，是没有磨皮。我看一下，刚好看那个视频，哎，王姐，你干什么？我任性投入你给的恶作剧，你给的恶作剧。你们看看刘月哥画的眼妆，画得好好看，现在我眼睛好大哟，开始画修容了。好丑。看我妹儿好认真。口红呢？在这儿。用那个嘛，在我说买的科拉奇用的嘛，色号好看得很。嗯，不是。哦，画的，又是以来最浓的一次妆容。好丑。我觉得好看呀，其实我发现没有打你，不想打你他。待会换个衣服给你们看一下。我看看来。你们看一下我妹儿给我画的妆哈，但是我发现没有打你他，我哪里弄了？哎。你们看一下爆肝成功没有嘛？画得像那种网红妆有一点点，就是没有那个弄那个假睫毛，就看起来不是那种很浓，但是还是挺浓的呀。走到厨房了，他等我们就修。好的，我们去买衣服给你，走吧。姐们，我突然发现我的眼睛好大呀！我的眼睛从来没这么大过，特别是我的卧蚕，跟别人打针一样。走到厨房了，等我们。等哪？哪儿？那个，那个菜哦，是这个妆容在外面看起来好好看哦，耶！啥？吃瓜群众。没得